今天带着父母带着小孩去钓鱼，但是不一样了，咱们上个船，这都是别人的小渔船呢。我们去的就是那边两个山窝里面的地方，水的颜色是真漂亮啊。取水桶，养鱼桶，我准备用一个最小的，敏感一点的，超小一颗，比我大拇指还要小，我们就用它盘它。我准备用这个4磅的1.0号的4磅的紫线。打中。还行。这条大，4磅的线。我靠，这国产杆可以啊！这么大的 bream 都给拔上来了，没开手刹。这条可能有40。今天呢是最后0.6号的金湖竿，钓了6-7条，最大的得有40啊。用的那个非常灵敏的小阿波，这小阿波真的是防风防浪，效果不错。海边老威，下期继续。